安。我叫雅文，我很开心今天能够来成为基督的见证。我觉得信基督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可以无条件的付出，无条件没有恐惧的去爱，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是耶稣基督还有父神都启示了我们该怎么样活着，活着能够完全，然后活着活在当下。那即使外面的世界有很多的一些试探，甚至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力，但我们知道我们是为谁而活，我们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私欲，只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幸福，能够去认识耶稣基督。当然也谢谢林传道今天的分享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试探，也有很多的试炼。我们虽然家里或许有人生病，或许有一些人遭遇不幸，我们或许不能够只是单纯信靠上帝就能够让这些困难解决，但是就是因为有上帝的存在，能够让我们活得坚强，活得没有恐惧，活得没有害怕。即使有一些试炼，在试炼当中也能够求靠着上帝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但是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。我觉得这个耶稣和这个上帝是无国界的。不管你讲什么样的语言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灵魂，灵魂不灭。那我相信让这个灵魂永恒，不至于死亡到地狱，就是跟上帝永远的连结。谢谢，这是我的分享。我的见证。信主哦，我觉得 OK， 就是我到美国的时候，那我们都是从留学生开始的。那留学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条路，虽然别人看起来觉得我们很幸运可以到外面出国看不一样的世界，但是离开熟悉的环境，到别的新的地方，讲着完全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社会期待，其实我们心里面是有很多的恐惧，很多的不确定。那身为台湾人的我，习惯了就是台湾是一个非常人跟人之间非常靠近的一个国家，一个文化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哦，他们希望我做什么，那我就做什么，那你就不会犯错。可是到美国是，他们是以基督为立国的国家，所以其实他们是非常自由的，他宁可让人，没有那么多的这个。去照顾孩子那么多的责任，可是孩子为了要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荣耀，甚至去活出生命的意义，他们也愿意走出来，没有害怕去当服务生，然后去就是做这个在卖场里面去结账，他们都会习惯做这样的生活。可是我从台湾出来的，我觉得非常的无助，那时候只知道要把功课念好。但是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台语？我都觉得讲一句台语都让我觉得心里面很温暖，然后我觉得好害怕。那我的舅舅他在这个国税局，美国的国税局工作，他是早期的移民。那他常常感恩节的时候，都希望我能够留到礼拜日。原来他是别有用意的。然后礼拜五都是感恩节，几乎都是礼拜五。然后我通常都会留到礼拜日，然后就去他习惯去的教会。我在那边听到教会的这些 message， 因为我原先是道教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突然间要跨到另一个宗教，我是非常非常的恐惧，非常害怕。那种灵魂已经被控制很久了，突然间你要睁开到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。我会害怕，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会被洗脑啊，我会被什么。但是我觉得我的舅舅的邀约我就去，那我就去了之后，我觉得他的 message， 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东西，他让我有力量，也知道我活着是在为什么，是在做什么。那我觉得这个人活在这个世间上有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责任，很多的不得不。可是也因为认识了这个真理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生命有了定夺，就好像是船有锚一样，是不是锚一样？它把我紧紧抓着，我可以飘得很远，走很远，但是我知道后面那个神紧紧都抓着我，让我就算有失落、有受伤、被伤害，
我也知道我在做什么，然后我应该做什么。那这些试探跟试炼也不会让我停止去爱天父。我也知道天父，不管我人在哪里，在美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他也都在我身边。让我寻求他，我跟他叩门，他就会为我开门。那我也很开心，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认识这个美好的天父。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做你们生命里面上帝最好的见证，去扶持你们身边所有有苦难的人，给他们一点温暖的话、安慰的话，去做扶持的工作。那我也愿上帝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活出上帝的荣耀。谢谢。那个不好意思，那个是传错来的，传错了，对不起。这个九月，他要赶紧回去美国，他就要回美国了，所以他这个是跟我们在这个地方吃饭。希望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？知道。OK， 我们还是。你要发现他出来，那个跟我们一般人的见证不太一样。为什么？他脸部表情很多。去美国就学到这东西啊！来，请起立，好心情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爱你，让他爱围绕你，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。再次。请中间的那独唱哈，来，独一展翅的。希望我们刚刚听了分享，然后听了见证之后，大家怎样？独一展翅上天。这首歌好久以前就很喜欢啊，然后很有力量的一首歌。不管你遇到任何问题，遇到任何困难，当你有神在你生命当中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能够怎样，像老鹰一样小哦，自由在飞翔。希望你每一个人都在重新的被那一天，我已不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过去一切尘埃，背负身着我的荣美清香，他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已明白我的渴望，
要不要再唱一次？I'm not afraid to die.
眼泽光，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曲子是《棕色教堂》乡村版，对，华语，我们是华语，对。那等一下我们老师间奏的时候，等一下老师会有个间奏，你先请坐。我会跟大家讲。